想要到柯耀宗的财产，真会惊人。进前小兵摕到的，根本就是冰山一角。你哪会知影？我摕到的，就是把财产小小的一部分。若是爸在微笑内面讲，你若真正要摕到这遗产，就要跟我离婚，你会安怎做？小轩替爸执行遗产的部分。这就是你上疼惜的小妹。是哪会在用这种方式来插手我的人生？是哪会让我自己判断，我自己选择？我警告你啊，上好是别给小轩代替爸做任何的决定，啊不，我绝对不顾一切。替小明对你提出告诉，想要到柯耀宗的财产，真会惊人。进前小明摕到的，根本就是冰山一角。你哪会知影？我摕到的，就是爸财产小小的一部分。若是爸在微笑内面讲，你若真正要摕到这遗产，就要跟我离婚，你会安怎做？我想要把慈善基金会当成你的遗稿出去。啊，三个新妇里底，你拣一个，你讲的就准算。你是安怎想要把这位交出去？啊，是这件代志跟资产出差有关的？你是不是跟这信用户有甚物代志，卖互我知影？没我害钱的，应该爱照银行的利息。那安尼吼，这茶吼，我都白饮啦啦。来，站站站！咱这边就拢总卖插伊，安尼哦，阿婆才会家己还钱。若无哦，咱替伊害钱，后摆哦，随过来啊啦。我敢有听到小轩替爸执行遗产的部分？这就是你上疼惜的小妹。是哪会在咱用这种方式来插手我的人生？是哪会让我自己判断，我自己选择？我警告你啊，上好是别给小轩代替爸做任何的决定，啊不，我绝对不顾一切，替小明对你提出告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